锣鼓叮咚敲起来，喜迎佳节乐开怀。今天拿什么来表演？三句半。我们都是 ABC， 四岁开始来学习，每周中文的课程不缺席。全家老少陪着我，也去注册兴趣课，我和家人变校友，真稀奇。时间一晃就过去，我们已上六年级，对话形式聊文化，长真是。中国移民称华裔，从前职业聊无几，洗衣店餐馆开满街 ，China 家。如今华裔学历高，完成学业各院校，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都知晓。大学教授占讲堂，生物学家科研忙，华尔街经营创奇迹，工作狂。中餐馆名字真有趣，多半没餐馆两个字，一听名字就猜对，有意思。地名代表了地方菜，四川酒家喝不醉，苏杭小馆来相聚，川洋菜。招牌店爱用食品名，包子大王火锅城，小二又一家生意旺，排场队。清真一条龙好名字，好菜好酒最相居，鸭子楼餐厅没有楼，有风景。中国饭菜我欢喜，色香味美种类齐，吃的菜系有特色，都想吃。青菜烤鸭做代表，沪菜酱油加白糖，粤菜美味海鲜汤不油腻，川菜麻辣口味重，宫保鸡丁放花椒，鱼香肉丝要加醋，真过瘾。切菜需要练刀工，金丝片柳球莫容，各种切法景不同，别切手。中国菜肴怎么做，老师作业时操作，爸妈厨房来指导，眼馋啦。写下烹饪小菜谱，和你分享乐呵呵，欢迎大家试一试，吃妈妈。中华文明五千年，传统美食有渊源，开心动手学着做，有收获。